好了，刚刚Alice 那边有个要求，看这个狗狗的毛怎么画。那简单点，今天就讲中文啊。反正其实大家其实我应该要想听得懂中文的，一样，先把一个背景定一下。我这次选的是一个深色的红色的背景，它的颜色会深于实际照片上面的颜色，所以呢，我在勾线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浅点的颜色来勾。在画这个 acrylic 的时候呢，它毕竟不是画 watercolor，也不是画素描那些它会有几个层次要做的。那可能打型的时候，我们先用一个浅浅的颜色把这形定一下。你看。如果这个是狗狗的形状，我只画到小头那里啊，只画头那里，就画到这里，草草的结束一下。那如果头的形状在这里了，那接下去呢？现在不能画，现在要把它去吹干。好，大家稍等一下，我去把它吹干一下。